下午10点左右呢，在拖船的牵引下，我国首艘航母，也就是瓦良格号，驶入了大连的造船厂码头，结束了其第二次海试返航。此前，也就是今年的8月10号凌晨，是它第一次出航试验，共计5天时间，于14号上午返航。这次航母平台呢是第二次出海试验，于出发。据介绍，这次实验的时间比较长，是因为项目比较多。除了对首次海试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再次的验证之外呢，还增加了一些新的实验项目。